燃烧吧，职场！职场上要乘风破浪，无资登科，明天公司以我为荣。挑战职场反应力，下班之后你会做什么？四个字，约人泡脚。什么叫下班？点餐喜欢点什么？七个字，袁姗姗又在数数了，朋友们。大西红柿炒柴鸡蛋，柴鸡蛋。嗨唱吧，职场谁能唱进打工人的心？唱得好好啊，比我录的唱得还稳。觉得疲惫的朋友们，掌声。开始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全部站起来了，中间有斗喜的人来了。啊啊！我很喜欢你，我要替他发微博。职场记忆力大考验，说出他的性格、职务。他是什么？职员。呵呵呵，处长。没关系，我上头了。部长提醒。我先干了，大家合作愉快。啊，我知道了啊，来后勤，职场问答冲关赛，还没跟文呢，可以去顶吧。跟李萌有难度，因为他哇哦，这一波哇，这一波哇，这一波，哇，反正看到新的表情包了，好像大熊猫。压力，走开，漂亮，一头并进，很像舒克贝塔，加油，舒克贝塔。哇，选一个答案是 D。陈立农，尴尬的事。下周六晚，我们一起玩转职场。